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个 MIHK 每周通讯，沉重悼念啦，我们即失去了一个的，令到我们童年即有很多美满的回忆，亦都是令到我们跌落了一个深坑的这个廖山明啦。如果不是他，我都不会买龙珠，即是买他的玩具啦，是吧？是，首先拎下比达出来拎下计先啦。比达出咗嚟啊！比达，比达绝招就系用两只手推个波出去，系咪？系啊，冇错。咁啊，我就冇玩咗啲玩具嘅，我就因为其实我就净系睇嗰啲书，咁所以嗰阵时，即系如果你话如果我储埋，我真系死噶啦。咁啊系嘅，即系今个礼拜确实即系收到呢个消息咧，我谂全世界系讲紧。即係都唔係淨係日本，或者係今日我個 Facebook 係高，即係都唔係淨係東南亞添啊！即係講緊全世界，可能歐美，即係所有地方係啊！因為其實佢嘅漫畫一來就咁，好似四十年啊，係1984年刊載啊嘛，咁咪啱啱今年就2024年都四十年，咁啊基本上佢出過好多個 version， 即係嗰個叫 language 啊 ，Kakura 咁啊，所以其實好多好多，我連我女啊～我琴日佢就冇睇個 news， 佢就唔知咁，但係佢有睇，佢都有睇 Dragon Ball 咁咯。佢即係佢原來佢仲要係由即係當時單即係佢而家上網睇啦，咁由第一卷睇到而家42卷，佢都睇曬咁。我你真係咁，佢話佢都有追看，咁所以即係大人細路都啱睇，真係係啊。咁同埋咧，譬如你喺嗰啲 Toys and Comics Con 嗰啲咧。好多嘅外國人咧，都係扮啊悟空啊，有時扮啊芝芝個爸爸牛魔王啊，有啲好最多鬼妹就係扮18號啦，改造人18號啦，係咪？咁有人扮魔童啊咁樣，咁阿俊啊最應該扮魔人布歐嘅，我自己覺得。佢就係魔人布歐，係咪？係，即係最應該扮魔人布歐，一模一樣個樣。係啊，我就應該扮呢一個撒旦啦。係咁啊，冇辦法啦，即係。人始終都要走啦，咁但係，佢就68歲就離開，咁似乎就比較後生咗啲。即係你開頭我擔心，我都係擔心啊，宮崎駿會行先一步嘅。咁但係點不知，即係廖山明行先咗。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喺80年代成長咧，IQ 博士啦，咁我中三嘅時候開始睇一個嘅 IQ 博士啦，嚟睇佢嘅卡通片啦。但係 IQ 博士咧，佢裏邊嗰啲嘅人物設定啊、造型啊。其實有很多的當時最 pop 的日本流行文化和歐美的流行文化在裏面的那些車啦，他把車變成 Q 版了啦，是不是那格仔衫啦，格仔衫啦，那些人穿那些服飾呢，如果大家有留意，Checkers 這隊樂隊呢，即是那個又是最喜歡穿那些 baseball jacket 那些啦，是啦，是吧，剧帽啊，系啊，小西初音，我谂好多朋友都细细个嗰阵时都中意阿小西噶啦，小西初音，即系个名都系译得真系好正，又要小西又要初音，系咪先？系啊，咁啊，嗰阵时系即系山吹老师织卷千平，织卷千平好一飞嘅，佢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啲嘢系啊，系啊，即系又即系所以嗰阵时就好风魔咯，突然间就系啊，咁所以冇办法啦，即系好可惜啦，咁但系其实佢近年都好似冇乜新作啊，佢好似。去過 Dragon Ball 超之後就好像是沒有新作了吧，有一本，我都是聽 Ken 說我才知道的，他說但是網上就未有，即所謂叫做 online 一看，即是實體書，就那本書他中文的本叫滿漢全席，是的，應該是他即應該是最後 一本，那就看看我們再詳細一點，即分享或者即懷念廖山明，我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喺大院有落，即係會㗎啦。咁啊，其實就會一定會喺大院有落，會講講㗎啦。咁就，首先咧，即係講開大院有落就先 apologize 啦。原本星期日就諗住係出依一個嘅商業電台嘅18樓 C 座嘅55周年嘅一個嘅對佢哋 tribute 嘅一個嘅特輯啦。咁但係我真係近排我真係太攰，我真係做唔切咁多嘢，同埋我今個 weekend 係又唔想開電腦，你明唔明啊？有種係倦勤啊、厭戰啊咁啊依一個做法。咁啊，我自己原本禮拜六都係諗住想做鱷魚談嘅，咁啊阿喬又同我講話阿總理帕克就又要帶佢唔知去邊度咁樣，即係總理就成日都要諗住阿喬啊飲茶食飯係嘛，睇演唱會都要叫埋阿喬去嘅。咁佢阿喬可唔可以早啲俾嘢佢？
咁啊，調翻翻轉頭，唉，我又諗阿喬妹又唔俾佢放假啦，但係你又叫我早啲交嘢俾佢，又要就佢啊，總理派黑叫佢去街，咁又冇計啊！你真係要我特登神咁早起身去錄影，我又趕唔切，我就好辛苦。有時候啲 topic 又唔係好啱心水，咁啊唔做啦。即係我又好怕嘅，有時即係原本預咗啲 schedule 㗎，總理咧突然之間又叫阿喬去飲茶，依家又飲下午茶，依家叫阿喬去依度又去嗰度咁樣。唉，大佬，咁我又唔可以推，即系话阿乔咧，因为你星期六、星期日系嘛，咁但系你有时要去外等又唔得，咁啊，但系我尽量就即系佢嘅香港时间嘅星期六早上交咗嘢俾佢，咁但系可能佢要赶船啦，咁啊可唔可以再早啲？咁但系我就谂啊，唉，算啦，既然系咁，不如唞下自己休息下啦，咁啊打出咗个缺口啦，打出个缺口咧，我就即系成个 weekend 就好唔想做嘢啦，你明唔明啊？咁啊，可能天意嚟嘅，即系我有时觉得即系人算。即係好似有時突然間俾你一個 break 咯，即係我又覺得即係喺一個即係有時好似而家由亂到治，係我哋諗得太悲觀啫，係咪先？樂觀啲咁諗啊，其實即係可能即係天父都想你有一個 break 啊，即係同屋企人聚一聚都唔出奇嘅。如果禮拜六朝頭早我就要錄葉大夫中醫教室嘅，咁啊葉大夫又考咗咗朋友食飯啊，可唔可以改期啊？一改期我 schedule 又亂啦，係嘛？即係。你会明白到咧，我牵一发动全身，我日日都要出节目嘅时候，我就希望各位我啲主持人，即系最高份事啊！你唔好突然之间怕黑怕鬼，又叫阿乔同你去街，一阵列大夫又突然之间又要饮酒，又约朋友，又要改期。好啦，到阿奇啦，到阿奇我讲，哦完，你而家先俾我惊搞唔掂啊！我澳洲嗰边嘅嗰啲 connection 好差，下载同埋上载都要我两三个钟。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傾翻公數換過一個好啲嘅 connection 啊，咁樣，唉，我個 router 又係業主嘅，跟住咧個業主要佢加翻嗰個嘅capacity， 咁我又要同佢再改 contract， 又要叫人哋去搞，就算加到一激，又要搞好耐，同埋又幫助又唔大，咁唯有咧即係你早啲俾我，我早啲做，咁但係我亦都好體諒佢嘅，佢又要讀書，又要即係考試，係咪又幫我剪片，仲要撞埋嗰個 transmission 係咁撚慢，咁我同佢研究過，你又冇任何嘅依一個嘅solution 俾我，咁我就起碼即係希望話俾即係喺 Sydney 嘅老友記聽，喂有邊位嘅老友記可以即係幫我諗掂依一個嘅WiFi 嘅依一個嘅問題，即係我唔係介意俾個錢啊奇啊，即係而係個問題中公欲善其善，必先利其器，我唔食飯啊，我都要搞掂佢嘅 transcription， 要俾翻佢傾公數啊，咁但係個關鍵係佢話佢都諗到，阿超哥講兩句啦，因為第一咧。我都體諒佢個問題咧，就係佢租嗰度咧就唔係一個獨立嘅一間屋或者叫做即係 apartment 啦，佢係嗰啲叫做 granny flat 咧，咁其實就係一間 house 側邊一間即係類似姑婆屋或者係即係俾爹哋媽咪退休嗰啲屋仔咧，咁其實佢嗰度咧係註冊咗同一個地址咧，咁佢好難咧喺嗰度咧獨立再申請多一個自己俾錢嘅官频啦，或者上网啦，咁加上佢而家 share， 咁你又唔知道本身个屋主，你可能日日喺度下载紧，即系三上游啊噶嘛，咁你即系大家 share 一齐用啊嘛，系啊，你系啦，一条管两条宾州，咁梗系唔够用啦。同埋佢又话，即系佢屋企，即系佢嗰个 detachable 嗰间屋嗰个 router 又离开佢个主，又远喎，但系又唔可以拉线喎，咁你拉线其实可以解决件事嘅。咁因为屋主即系。澳洲人就係咁樣嘅，即係佢唔會太明白，即係呢一樣即係 business 或者呢一樣嘢，點解要咁複雜，或者係點解要搞到就要由實體線，又話要近啲，即係佢哋會有咪用得啦。因為我哋咧澳洲咧係仲係用緊邊一個年代咧，仲係用緊六 K 寬dial up， 屌你冇下，好少少啦，好少少啦，即係而家係講緊下載係50。咩或者系100 Mbps 左右下载，咁你香港系讲紧咩1 GB或者2 GB噶嘛下载，咁我哋系同人哋差唔多差20倍，咁跟住 upload 咧 ，upload 系讲紧5 Mbps 至到25 Mbps 呢个 range， 即系你讲紧如果我哋要 upload 一条45分钟嘅片或者1个钟头嘅片，咁系讲紧1 GB 咧，咁你。即係你總之計啦，即係5 Mbps 咁慢慢喺度。其實30分鐘嘅嘢十鳩幾激噶嘛。係啦，咁同埋記住澳洲咧喺呢一個上網嗰、那個速度啊，或者係嗰個科技上咧，係好似而家係排名
全世界唔知五啊几定七十几嘅。哇！真系落落后个不单啊，分咗算捻数啦。即系我有时即系你话阿老表，即系你老表话英国系即系劣食之都嘅，屌你都俾你澳洲啊！就是一个科技的沙漠啊，即是你不要跟我说话屌你咪科即是澳洲是一个即是有即是城市化的地方，根本是一个科技沙漠来多交源，是啊，即是没有的，即是但是他就有一样东西就或者叫好啲，就是你肯付出我就给你咯，但是你那个付出那个成本那个是不是等于即是个正比你是赚得翻呢，其实就即係冇乜可能。喂，你真係認真研究一下啦！即係講真，如果你為一千蚊，唔使諗啦，多鳩魚啦！即係澳洲係一個唔撚會進步嘅地方嚟嘅，即係佢對呢樣科技，佢哋覺得夠就得噶啦，係啊！所以其實係即係幾十年嚟都係咁樣樣噶啦，即係佢哋即係入不入税嘅呢一種，即係有少少進步已經好撚滿足嘅一個民族嚟噶啦，即係一個咁嘅文化嚟。不過可能佢哋中意啲大自然啊、野外活動啊，即係呢啲都市嘅嘢，對佢哋嚟講唔係話即係佢個好 top 嘅 priority 啦。佢其實尤其是 covid 或者冇肺之後，其實大家都好多人喺 working from home， 係嘛？即係用開 video conference 啊 ，whatever 嘅嘢，即係。大的城市其實有很多朋友已經是用緊呢種模式開工嘅啦。佢加咗啦。你屋企裏邊係個寬頻係唔掂，仲有我哋咁多單嗰啲streaming 睇睇節目啊，睇 Netflix 啊，睇 Prime Video 啊，睇依一個嘅Disney Plus 啊。喂，如果你冇個寬頻嘅，你係搞唔掂喎，大佬其實。睇唔到 4K 噶。係啊，我睇唔睇到 4K 噶。真係。唉，算啦，好唔好啊？咁啊，因为咁咧，所以大院有落咧，我安排咗喺礼拜二出街啦。OK， 咁但系其实 weekend 咧都好多节目嘅。咁啊，首先就有依一个嘅攞讲鬼故啦。OK， 咁啊，亦都有依一个嘅聪明仔倾下偈啦。第三台都上咗啦。其实有时我都 get 出太多节目，你睇唔切。嗱，而家我就 dilemma 咧，其实我都喺依一个嘅Morning Glory 咧，就系扫过苦嘅。你唔出得片多 ，OK？咁你亦都賺翻你即係原本喺 YouTube 裏邊你嗰個希望可以即係 estimate 你賺到嗰個嘅嗰個嘅容量，你又唔出咧，咁你就跌啦。OK， 咁啊即係又係企咗喺度。但你要做到咁咧，你就要做到個人咧就真係精神崩潰，係嘛？再有咁多一間啊，總理拍黑叫阿喬去陪佢去柯樹樹啊、揾屎啊，定係點？一間又列大夫，一間又要食飯啊，一間阿奇嗰個 WiFi 又唔夠 work 啊，最撚慘就係。仲要預計一個問題，有時阿小花唔喺屋企，你哋又要經佢個 team view 啊 ，upload 啲嘢上去。佢部機突然間又死撚咗。屌你老味！你啲嘢永遠發生咧，就係一係就 weekend， 一係就我瞓著覺嘅時候。咁你諗下，我真係點做啫，大佬？我真係發敏陣啊！真係做到。即係有時即係都幾懷念以前喺香港，即係成班人一齊做嘢，有個 office， 或者就算冇 office 都好啦，即係大家同一個 time zone 咧。咁啊，即系好唔同嘅，即系只能够即系有时怀缅下咯。系啊，即系有时我真系都知道嘅，即系要我又唔想好似以前马明成啊、黄玉郎咁，点我自己喺个房里边就屌你咩啊啊啊啊啊出嚟，屌你护人军即刻去做嘢，咁但系就冇计噶，我唔去冲翻个咁多嘅产量出嚟，大家就冇饭开。OK， 咁我又要兼顾你哋啲身心，你哋弱小心灵。一家又话要攰，一家又要玩，一家又要去街 weekend， 又要唞一日，系嘛？咁我点咧？冇人理过我嘅感受啊！屌你咩？你哋啲 WiFi 搞唔捻掂，到最后系都系我要预一日早啲录俾你哋，然后等你哋有时间去做。咁、啊、你谂下，我真系好捻稳啊！其实件事调节下啦，大家即系心态上又好，或者咁啊嗱，我但系咧，头先你讲起我哋即系啲节目即系多产啊，或者系点咧嗱？我哋都再唔做，冇分钟冇得做噶啦。而家你有三条，再次呼吁翻咧，各位朋友仔咧，第一咧，有睇开我哋节目嘅，或者你都觉得我哋嘅节目好睇咧，介绍俾朋友咧，咁啊嗱 ，YouTube， 咁你就记得订阅翻我哋 myhk.tv 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啦，记住啦，系啦，咁讲咗好多次噶啦。咁啊，跟住 Patreon 啦，我哋有 Patreon 嘅，咁你 Patreon 就可以我嚟，即系海外嘅朋友。用我嚟助養啦，或者貨金啦，你可以即係喺 Patreon 嗰度就用信用卡啦，係咪？咁跟住另外仲有我哋而家近幾個月就因為 WhatsApp 就而家有一個新嘅功能，就可以做 channel 啊嘛，或者叫做追蹤頻道。咁我哋咧 WhatsApp 都有一個係即時所謂叫做每一日，當我哋有新節目咧，我哋都會即刻upload 上我哋嗰、那個
頻道，即係嗰個WhatsApp 度嘅。咁你就如果想知道嗰個 WhatsApp 嗰個channel 咧，咁你就去 WhatsApp 我哋69021491，咁你就問我，我就會俾條 link 你。咁你撳咗入去之後咧，你就撳追蹤。咁之後咧，你就每一日咧，你都會收得到我哋最新嘅節目啦。係啦，希望大家即係有時體諒下啦。即係有時我都唔想即係甩場啊。咁但係有時即係每一日咧，讀咗要做兩條片或者做兩個幾鐘頭直播咧，其實都我自己長期咁樣咧，我都要 take a break。咁我盡量有時即係我唞翻半日嘅，咁我就可以調節到，咁我就可以第二日即係 energy 就回復翻。即係以前曾經試過一個禮拜或者每一日出三條片咧，咁樣其實就覺得有啲有啲 too much 啦，因為自己打自己。咁而家我 spec 翻開啲咧，我就遇一個嘅難題，就個 schedule 會好 tight。咁另外就只要任何一邊個供應鏈個生產鏈咧有啲頭暈身興嚇，依間阿總理依間又 call 阿喬食宵夜，依間阿超哥又話得閒，因為去大仔翻學咁樣，咁一窒咗我個 schedule 咧就難搞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依家遇得好梯嘅一個嘅 schedule， 所以即係希望各位網友就體諒，亦都各位主持人生性，即係唔好咁巴克，即係去到邊都要揾我哋啲做 production 嘅手足，跟住你去飲少兩杯，預翻啲時間嚇、啊。即係你譬如禮拜日你揾佢去街，真係冇乜問題。但你有時真係禮拜六啊，或者係平時晏晝啊嗰啲，你真係唔好搞鳩佢，係嘛？即係。book 咗時間係啦 ，book 咗時間錄影嘅，大家就唔好甩。或者你真係要碌屈屈過去撳鐘仔，你要帶埋佢壯膽把風定係點？早一個禮拜話俾我聽，等我自己就啲 schedule， 唔好 last minute 話俾我聽。哎呀唔得喎，嗰日我要下晝約咗邊個，咁我又真係企緊咗喺度。唉，咁啊，即係希望大家散成啊！真係我真係好辛苦啊！我真係唔好即係再咁樣成日，因為約曬我係做後期啲手足。去街咁樣，我真係搞唔撚掂啊！咁啊，使唔使 update 下你嘅健康狀況啊？照緊咗腎，俾我哋嘅網照緊咗腎冇問題。係啊，咁啊，而家我啲 blood pressure 始終都係我解決唔到嘅問題嚟嘅。第一我唔夠瞓，我就係要就澳洲，我一係就台灣或者係就英國咧，我就唔撚使瞓噶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唔夠瞓啦，或者我工作壓力龐大啦，過勞啦，咁其實都會影響我依一個嘅血壓同埋一個嘅血糖嘅依一個嘅指數嘅，咁啊冇辦法啦，即係而家冬天差唔多完啦，咁我希望可以春天嘅時候去翻做埋加埋跑步，咁我就可以希望可以將嗰啲嘢嘅控制翻啦，咁但係你又抽埋時間去跑步嘅時候，咁我工作又要揾翻個時間去搞啦，咁其實好多嘢我都未整啊，譬如我個地牢要執好我啲玩具，我又未有，我要 clear 翻我後邊。俾翻可以擺張 sofa 牀，變緊咗有朋友嚟可以住嗰張 sofa 牀，我又未有時間整。咁而家太太又要翻工啦，咁有時我又要車佢去翻工啦，咁變咗我又要預啲時間出嚟，咁又要幫我老豆去做跑腿啦、買餸啦，咁再加上老豆嚇、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啦，咁而家佢又要開始要做翻一啲嘅 check up 啊，係嘛？又要做翻一啲 scanning 啊 ，make sure 所有嘅嘢即係on the right track， 咁我又要車佢落 downtown， 其實我真係好忙碌。好啊！我哋即系好忙，我冇谂办法，因为而家我够谂住，譬如抌一两个节目，譬如自己啲网友自己，即系我哋啲主持自己独当一面咁样做。但系曾经亦都话过俾我听，冇谂咗我射波或者我冇搵带队嘅时候咧，嗰、那个节奏啊，或者系拣嗰啲嘅主题就 off beat 噶啦。咁我冇办法，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俾自己 ranking 系咁高啊，而系个问题系，即系我哋嘅 chemistry 就系，譬如我哋一夹大家一齐嘅时候就会。好睇咯，但系一 off 咗唔系我做，一个人自己做嘅时候咧，佢哋就可能讲嘅嘢啊，或者系 off 咗 track 啊，咁就麻麻地嘅，就唔系咁好啊。系，咁啊，即系总之，大院有落咧就会出翻嘅，咁啊放心，大家唔需要担心，一定有得做嘅。咁啊，礼拜二一定要做，同埋我哋都 plan 好晒我啲topic 嘅。咁啊，即系再下一集咯，梗系要讲廖三明啦，即系咁，我就捉你一齐去倾咯。好好好好好，咁啊，肠仔咧，你条肠仔点啊？咩肠仔啊？我边度问？即系你条肠啊？系咪照肠啊？照肠咪咁快排啊？你都知道啲海外啲，即系你唔系死人冧楼嘅嘢就要排队啊嘛。咁起码都要几个月后至有得照肠啊。咁前一排做嗰啲癌细胞指数咁啊，好低嘅，冇嘅。哦，咁 OK 啦。咁啊，最紧要呢样啫。问题就唔会好大嘅。咁大家所以
唔使擔心我依個問題，我反而我個 family doctor 驚我爆血管，因為啲血壓太高，同埋驚我血糖指數高，咁啊 cholesterol 又高，咁啊三樣嘢都高咧，隨時爆得，咁嗰只佢好驚我嘅。其實佢又叫我可唔可以 relax， 唔好做咁多嘢啊！咁我話做喺度俾閪你養我，唔係佢冇塞鳩你食嗰啲情緒藥咧，等你個人咧即刻變咗粒，即係好似淋撚曬嗰啲咧。冇啊！唔使做依一樣嘢。我自己情緒控制我好簡單嘅啫，即係我不滿咧，我發泄完之後屌撚完一大劑咧，我或者我食啲嘢啊，或者我走去買好多玩具啊，我就可以控制翻我的情緒 ，relax 翻，即係我可以喺好短情緒嘅時間裏邊將我的情緒係調節嘅，咁我又唔會太 concern 呢一樣嘅嘢，咁只不過係有啲敏咯，今個 weekend 你明唔明啊？所有嘢都加埋一齊嘅時候，就即係自己又攰咗啦，一打開咗個缺口就亂咗 schedule 之後，就全部麻煩啦，做唔切啦啲嘢。系，我而家好似变捻咗喺呢个节目入边，好似一个心理医生咧，听个病人咧喺度即系倒垃圾咁样。我未屌你咋，真系你屌你个捻样，仲要我晚晚提你 upload 啲嘢去后台啊！我都未捻屌你啊！真系讲真，瞓醒嗰时候喂，点解你冇上到去噶？我唔记得咗，你又瞓捻咗，等到第二朝，成日都系咁捻样。我真系讲真，你都有份搞紧我黐线噶，你个捻人。肯定，即系你唔该，拜托你啦，即系你收到嘢，即系你自己即刻上。去後台，即係付費會員，即係嗰啲俾咗666蚊或者138蚊嗰啲老友啊，即係佢哋真係有付出過。咁啊，今個禮拜都 OK 嘅。嗱，今個禮拜我報嗱助養嗰度咧就未收到會計嘅。嗯。咁今個禮拜咧，我哋就半年重溫咧，三月我哋都收到33位朋友啦。嗯。咁啊，當然即係其實都有好多而家咧，即係。慣咗免費，即係已經係可能佢已經話、哎，我都追隨咗你好耐咧。其實以前重溫嗰啲，我哋都睇曬嘅。咁所以咧就一般啦，即係起碼都有啲人啦。咁啊一個月咧就有4位朋友，披床就有180位朋友嘅。係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要了解啦，即係依個係一個你繼續支持我哋，就算多多少少就算我哋就可以令到我哋，如果你嘅支持越多，我哋可以 free 得太多嘅節目出去，等多啲惠及一啲。網友係可能個生活條件冇咁好啊，或者係佢哋冇咁經濟上面可以 afford 得到嘅朋友。個 WiFi 係喂做咩事？等陣喂咩死仔包冇 WiFi 啊玩到係我唔撚知佢啦。冇 out 著著，唔好阻住我先係啊。冇 out 著著好肉酸啊！係啊，唔好又 out 大佬出唔到街啲嘢。係啊係啊，即刻俾人哋 ban 台啊大佬。係啊，細路仔 out 著著你真係唔死得。好咁啊，讲下香港先。咁啊，香港近来点啊？我净系知道咧，其实基本上咧，我今个礼拜一打开呢、這个有线啊，开电视啊，啲新闻台咧，咁啊，即系来来去去咧，就系咩李家超翻嚟香港，跟住就话突然间咧就话要罕见急捻住叫阿梁君彦咧就开加开呢、這个快车就开会。咁啊，跟住又又一度二度，咁啊点样样？跟住又话一日开四次会啊嘛，212页，啱啱星期五末日之后罕见。OK， 咁你睇212页嘢，你系咪要啲时间睇咗，然后先可以开到会嘅？我真系好欣赏，请问，其实就应该系嘅，即系嗱，而家咧变紧咗咧，嗰几即系嗰90个朋友仔咧就变咗咧。就是、純粹就係投票，嗰九數忠誠廢物，唔撚係朋友，你度嘅朋友係啊，即係唔撚係我哋朋友嚟嘅，係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質鳩咗啲助理啦，咁啊同佢睇，咁啊睇咗之後咧，可能就純粹就 summarize 攞啲山幣，譬如攞下邊啲啊，即係譬如啊，係咪唔上得 Facebook？ 係咪唔上得 YouTube 啊？咁啊，跟住就走上去即係、就是、個立法會度，咁啊攞啲光環鳩噏幾句。咁又好似阿管浩明，即係你個親家，即係話，誒係咪收藏呢啲咩煽動嘅刊物，都係唔得啊！跟住點又喺香港裏邊有好多朋友會收咗最後一期嘅《依個蘋果日報》或者《一周刊》，買咗好撚多啊，都買好撚多。咁你咪要人哋抌撚咗佢啊？咁跟撚住我聽到佢答就話，哦，如果你收到《蘋果日報》啊，咁如果你哋自己 determine 佢有冇任何挑釁性嘅呢啲嘅 element 喺裏邊，即係煽動性啦，係啦。係啊，如果你有煽動性嘅 element 喺裏邊，你咪自己抌撚咗佢咯。咁嗰只喎，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即係我又唔知到底佢想呢、這個即係
射个波俾阿邓炳强，即系再射入龙门啦，定点啊？但系有阵时呢啲嘢回力镖好捻快，又不如即刻啲人咧就话喂，咁啊喂，我都有收藏当年文汇大公嗰啲咩痛心疾首啊，咩血染的风采啊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八九民运嗰啲嘅，咁嗰啲系咪唔得先？即系嗰啲咩血咩个血洗京安门京华室系啊，天安门香港文汇记者。直击报道历史的见证，血洗京华十六喎，屌你嗰本嘢好卵正噶喎，我 keep 卵咗，咁点卵样先？即系你嗰阵时就话阿周云同啊，即系或者系呢一个搞文八九六四嗰啲聚会系煽动分裂国家，咁我系 keep 卵住文汇报嗰份嘢，点卵样先？咁如果我有事，咁文汇报有冇事先？即系文汇报啊，即系佢呢一个所谓叫做而家爱国爱党嘅媒体。佢啊，會唔會有機會即係犯咗23條先？因為你講緊23條係咩？過去、現在、未來啊嘛，係嘛？係啊，有追溯期，無限追溯期啊嘛，重訴組嚟嘅喎。即係黐線，其實基本上呢一個就係有簡單啲講，用科幻片你個 concept 嚟講咧，呢一個係可以穿梭時空嘅地圖炮，啱唔啱啊？係啊，突然之間。开咗个窿出嚟，嗰电炮又射入嚟噶啦，你明唔明啊？你跟住第二个时空，你又走去捉人，即系你追溯翻你之前做过嘅嘢。喂，你都喂大佬啊，以前廉署啊捉差佬啊，都有1972年之前贪污嗰啲就唔捻计噶嘛，即系特赦定系点捻样噶嘛？系咪啊？你而家讲捻到屌你咁样，我咪1949年之前嗰啲你都要计啊？系咪啊？定系点啊？咁啊？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记得好似都有个。同埋佢嗰啲机模糊，又唔清晰，系咪啊？即系你任鸠你摆，其实基本上而家即系，我都唔想我讲得好，即系去倾啊。又要我觉得笑话嚟嘅，当笑话咁睇。又要刑罚重，又系要海外去捉鸠人，我唔想知。最佳一等系咪？系啊，最佳一等。好啦，嗱，其实我已经犯咗国安法噶啦，仲系犯咗23条噶啦，佢未立啫。因为我同啲神父一捻样啊嘛，即系譬如我系神父，超哥你同我告解，我琴晚喺街里边大声爆捻咗，我同阿叶柳嗰一段情，屌捻到佢出水，同埋佢潮吹，哇，跟住话晒俾人哋听，咁而家你有怀疑你煽动啲人咧，就想同阿叶柳成交咁样，咁你讲俾我听，咁我话咁你翻去念呢一个嘅玫瑰经300次啦，咁样同埋停止手淫咁样，咁但系我唔将你去报告俾嗰啲乜捻嘢人听。而阿超哥係嘛，即係喂你咁樣係即係煽動人哋仇恨一個嘅官員啊，定係點撚樣係咪？有煽動性喎，仲有性暴力喺牽涉喺裏邊喎。我唔督你杯，咁我又賴嘢噶啦喎。你咪匿藏性背角罪啊呢啲嘅就係嘛。總之，其實我覺得即係其實佢而家都有啲議員咧，就話喂你寫嗰啲嘢可唔可以寫得精準啲、仔細啲？梗係唔會啦，係啦。咁啊，但係咧，我見。其实真的好好笑的，我见阿邓炳强或者是他那个副秘书呢，咁其实讲了一句说话呢，我都其实不是很明白的，他说又窄又阔，即是他说我们条例呢即是要写的时候呢又既宽松又紧，咁跟住又要窄亦都要阔，咁阴道位肛门啊点撚样啊，即是你可以，其实你明白你写法例唔撚係玩㗎嘛，你即系你唔捻，点解我话俾你听，我会中23条咧？我因为日日都同阿老总做节目，你亦都知道，你亦都知道阿边个，你澳洲嗰、那个阿许志峰，许志峰喺边度？咁你都有罪噶啦嘛，超哥，你犯咗法噶啦。咁佢又要又窄又阔，既宽松又紧致咁。我哋都知道个通缉犯喺边，系嘛？佢好明显佢系颠覆政权啦，佢香港议会。啱唔啱啊？我覺得佢有冇100万元紅啊？佢冇，係咪有？佢就濕鳩啲，佢又冇。袁公義有，咁你香港點解撚到明佢哋屌你咩顛覆佢嘅政權噶嘛？咁我知情又不報喎，咁我係咪屌你幫我中緊咗23，我仲想洗翻香港噶咯喎？而家已經係唔係咁？佢而家就針對咧呢啲境外勢力嘅咧，都係針對翻一啲咧係有華人身份嘅人。咁啊，即系佢而家就好似咁，我咪好怕身份咯。我又几系啊，即系系啊，佢就好似好怕咧呢条条例咧就涉猎咗喺一啲外国人，即系或者系揸外国护照嘅。咁佢话总之所有揸
中國華即係共產黨旗下嘅即係任何一個領土，包括台灣啦，即係嘅護照咧，咁你咧都係有可能咧，就係因為咁樣咧，就即係線即係即係列入咗呢個廿三條嘅呢一個範圍噶啦。咁咁啊，阿袁生嗰啲仔咪大諗我，咁啊仔女咪冇得再同佢老豆接觸咯。接觸咗之後，又之前不報啊，又廿三條噶咯噃。系啊系啊，即系、啊、即系阿阿阿阿容海恩阿 CEO 佢外父喺边喺度，咁佢又要督灰啊，咁其实讲真要噶，基本上一定要汇报咯，系啊，即系你一定即系仲要定时汇报啊，咁啊同埋老豆同我讲嗰啲乜嘢，或者阿老爷系咪啊老爷阿老爷诶同个孙讲嗰啲乜嘢啊诶都要噶，咁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只不过我觉得而家佢玩呢啲批斗咧，玩到系用法例去。即更加是有即是有所指啦，佢所指叫有節有理啦。咁但係只不過即係呢啲回力標會唔會第時有機會啊？即係中翻落呢啲人即係舉手贊成嘅人身上咧，真係唔知嘅，真係啲嘢。即係佢哋玩到咁癲，有窄又闊啊，記咩啊？頭先嗰個記緊又要有緊字係咪先？屌！冇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咧，研究嚟都多鸠完。总之你只可以即系讲一样嘢，就系你了解，你都冇得去了解。你听下林定国讲嗰啲嘢，你听捻完佢之后，只只字你都明，加埋你系唔捻明。阿汤渣华十一哥讲嗰啲嘢，你听捻完之后，又系只只字都明，加埋有你又唔捻明。我只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话俾大家听。喂，我觉得海外你喺香港里边，佢要你犯法，你就会犯法。佢话你冇犯法，你就冇犯法。你是没办法可以知道你怎样可以避免踩入一 个地雷，或者这个就很明显击中一个红线的。根本他就是特意要这样去做，方便他看你不顺眼他就搞鸠你。你觉得他会不会捉容海恩呢？他是不会的。不会啦。对不对？容海恩肯定是犯法啦，屌你老味，你个中式关系是不是？对不对？知情不报，勾结外国势力。没想错啦，你怎么会捉容？不会的嘛。但是你求其有一个的有仔，可能即系你同阿袁生做个节目，哦，你喺香港里边，屌你老尾，你同佢访问过，你之前不报佢喺边喺度，佢又可以搞鸠你，任鸠佢搞你噶，系嘛？佢锄你咪锄你咯，唔锄你就唔锄你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可能喺海外嘅人咧，即系唔喺个场，即系唔喺个喺个大监狱入边咧，咁可能我哋睇就觉得一笑置之，或者只要你都傻嘅，啲捻线嘅。咁但系我觉得喺香港而家即系喺佢嗰个所谓叫域内咧，咁、那个感受又会惨啲咯，或者系其实即系睇啲讲啦，唔使兜得太远啦。睇啲新闻就会好唔开心。香港啲人就唔会敢再出声噶。第二，人与人之间嗰个距离咧，亦都系因为呢条法例咧就隔膜咗噶啦，甚至无大家你而我而你，大家屌你咩互相话督灰，即系你个社会就已经系分裂咗噶啦，公民团体冇捻咗噶啦。OK， 系嘛？咁我哋喺海外里边，即系继续去狂屌呢扎嘅冚家产嘅人咧，咁我哋亦都喺香港里边啲亲戚就或者朋友会同我哋割席噶啦。哦，系啊，咁啊好明显噶啦。甚至乎我哋喺海外里边有啲嘅朋友咧，亦都系惊捻咗我哋咧，就会同我哋割席噶啦，系嘛？因为佢哋都要翻香港啊嘛，佢觉得佢屌你咩？佢识你鳄鱼系嘛？屌你老炳系咪？我喺温哥华依边啲旧同学啊，话佢啲老婆已经叫我冇捻睇个节目噶啦，屌你老炳有聚会都唔肯叫我噶啦，而家已经即系惊捻晒噶啦嘛，佢哋仲要翻香港啊嘛，就惊屌你咪知捻到鳄鱼，你咩边捻到都唔捻使去噶嘛，自动波几捻好啊，今年我唔捻使俾咁捻多利是，屌你咪悭翻晒系嘛，屌你咪断拜都唔捻使，几捻好，咁你会有咁嘅情况会出现啊？系啊系啊，即系以前即系好似你咁讲，以前啊，即系十八楼 C 座嗰个节目就系好似一个茶餐厅，周老板。大家就可以啲茶客互相吹水啊！今日講下時事，聽日講下經濟，係咪？後日又去屌下政府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又得。咁啊，以前就有啲咁嘅嘢，即係去到第時，我諗大家真係食完早餐就拍拍攞油走噶啦，都唔會大家吹水噶啦。同埋咧，消滅一個民族要消滅佢嘅歷史 ，OK？ 咁啊，亦都消滅佢嘅文化。咁啊，好老實講，喺1995年開始，香港有份報紙就叫做《蘋果日報》；1991年開始有份周刊就叫做一個嘅《一周刊》。一仔集团其实都横跨咗廿几三十年，喺香港里面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嘅媒体嘅一个嘅 stakeholders。咁我哋有时好靠我哋上去图书馆去揾一啲旧嘅苹果日报嘅旧嘅报纸，
落曬架啦，攞翻曬嗰啲嘅 topics 啊，揾翻曬啲舊嘅文章啊、報道啊，去睇翻當時今日係點樣。而家咧，佢就將你成代香港人三十年嘅呢啲嘅舊媒體全部 wipe up 咗佢，而你亦都民間唔夠膽留底。嗱，你官方你喺個中央圖書館冇咗，我係明白嘅。咁你都定性咗佢係屌你老尾係反中亂港嘅集團，因為 number one。咁你民間你做乜人咁 keep 啊？係嘛？佢咁樣講一講咧，我諗咧，骨精強肥龍嗰啲嘅屌你老尾閪嗰啲嘅剪報留底嘅，又或者嗰陣時邊個中意睇下盧峯啊，或者係邊一個屌你老尾主編寫嗰啲嘅社評啊 ，keep 俾佢留底嘅，仲夠個膽去留啊？但係當所有嘅抌撚咗去推田區或者係燒咗呢一個嘅時候啊，我哋咪成代人啲文化咪冇鳩曬咯，咪焚書坑儒咯，香港發生嗰啲咩啲咪唔能知咯，大家咪冇撚曬記憶咯。我哋就算以後同啲後代講話，又曾經點點點，你都冇 proof 俾佢睇咯。係係，佢都係想咁啫。呢一刻即係咁，佢依一條咪行得好撚硬，同埋好撚絕咯。同埋佢將所有嘅刑罰加重咗，以咁怕死嘅香港人，個個就一定會噤若寒蟬啊！依一個係必然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嗰啲47人案啊，阿快必嗰啲咩撚嘢街頭煽動案啊，《蘋果日報》點樣守80幾日啊，黎智英。而家我明撚曬嘅啦，因為要等你嗰條嘅屌你老尾嘅23條通過之後，咁然後跟撚住佢哋就可以用呢條嘅刑罰加大刑罰咗。阿黎智英分分鐘係坐過世，係咪啊？快必就分分鐘坐10年。係47嗰啲咧，開頭就諗住已經踎咗3年咧，認咗罪，扣減三分一刑期咧，咁啊最多可能好似你咁咯，就坐多一兩年啊，可以啊。即係走啦，甚至乎離開香港啦，即係佢哋都即係我估出得，即係認咗嗰啲都諗住第時退出嘅啦，甚至乎都唔再涉獵政治啦。咁好啦，而家你突然間就話哦，即係呢一條新嘅條例咧，就係可以穿越過去未來嘅。咁啊，基本上咧就即係變咗呢班似係人質嘅多過即係似係反咯。係啊，咁你會變咗佢哋亦都會加即係個刑罰嗰方面，你就會睇。用23條嗰啲新嘅定嗰啲嘅刑責嚟開始嚟判啊，咁佢哋咪有一扎嘅籌碼喺手 set 撚曬 example， 咪有扎嘅人板嗱，做依一樣嘢就罰幾多，啊做依一樣嘢就坐終身，做依樣嘢就坐十碌，咁啊全部定曬啦，追數翻啦，咁然後跟住咧嚇出曬嚟啲 example 啦，咁你成日傳咗香港人睇，哦原來喺街頭裏邊嗌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天滅中共。又即係街頭裏邊嗌，因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有依一個意圖暴力嘅煽動嘅依一個嘅行為嘅時候，要坐十碌嘅，咁以後就唔會有街站咯。屌，恢復死刑算撚數啦！屌你老味，但係即係係咪先？即係你其實你咁樣，大家司馬昭之心，只不過香港媒體唔會講。但是外國媒體講的時候，你咪戰狼咯，你咪係咁屌人哋咯，就話你而家咁樣。亡我之心不死咯，係咪啊？抹黑你咯，唱衰你咯。是吧？咁你点做生意啊？人哋想同你做生意，真系冇得做，冇得做。系啊，你成日搞，即系你而家烧银纸搞盛世之都咁。你甚至乎你廖三明你啲图漫画你都可能唔捻留得噶，因为你又整只猪着个中山装解放装，嗰粒星嗰粒宝，咁你系咪笑鸠中国人系猪啊？咁你咪挑动意图煽动一个民族仇恨咧？呢本廖三明嘅漫画系咪会唔会系禁书咧？咁你舉一反三，你仲有一個問題喎，阿超哥，因為嗰扎90個中成廢物同埋其他真中愛港嗰啲嘅冚家產，能力低，賓州短春代大，佢唯有要拆存在感要點啊？佢咪揾呢啲嘅嘢出嚟，係製造啲 case 咯。係，你明唔明啊？咪大家越玩越烈咯。咁你有依把嘢喺度，嗰扎嘅撚樣就會驚死自己唔夠愛國，唔夠屌你老尾忠誠，佢就會將呢啲嘅嘢出嚟強加喺人身上邊。上纲上线砌 case 出嚟，咁咪大家咪屌你哋咩系中伏咯？咁大家仲留喺香港做乜鸠嘢？好啦，佢就要讲话煽动人哋，叫人哋唔好捻做公务员，都可以系23条犯法。你系咪黐捻咗？喂，你个外父啊，见捻咗你个女婿，你做乜捻嘢公众啊？屌你老尾啊！低级公务人员唔好捻做啦。跟住你阿女带男朋友翻嚟。哦，佢啱啱系喺学堂出嚟嘅，啱啱诶一个嘅警察部降低一个条件，佢大春袋啊，大肚腩啊，屌你俾小长气啊，屌你俾大近视啊，而家都俾佢做差人。喂，咁捻废物嘅工你都做，屌你咪好仔唔当差，当差正扑街冚家铲，做嚟做乜捻嘢啊？你想娶我女，唔好捻做差佬，23条。
咦系喎，跟住分咗手，跟住到就即系心谂俾条女飞捻咗，即系老豆话唔俾佢拍拖，跟住屌佢举报佢老豆，系咪？系啦，23条，你煽动我个女朋友叫我唔捻做公务员，做一当差，我唔捻知啦，佢又知道癫捻到，屌你老尾閪啊！煽动啲武装人员，即系唔捻做解放军做老解都有罪，我都唔捻明香港人点样可以系叫捻到解放军，屌你老尾系唔捻入伍，或者系屌你老尾系唔家阵唔捻服役啦，我真系拗捻晒头。咁啊，唔系嘅，阿超哥佢，我听新闻咧，佢最重要嗰句山低咧，就系话咩？早一日立法，就早一日可以维护国家嘅安全，保障国家嘅稳定，同埋咧，我哋咧就更加咧可以咧立法，然之后咧，我哋就可以集中精力，就系去搞好香港嘅经济啊嘛。即系佢呢个就系佢呢期最重要嘅。咁我呢句，我谂佢呢一句嘢咧，都系佢嗰啲公关公司咧，即系嗰啲部门咧帮佢谂嘅。咁所以其實佢就冇乜第二句噶啦，佢基本上出嚟咧就係講呢一句。其實咧，我都好心傷，我成日畢竟我好唔開心，我好 depressed 啊！我原本應該鱷魚潭我都揾呢一個 topic 嚟講啊，咁但係我都唔想講，我喺度掙扎緊，哎呀，我又要講頭講命，一陣又要又驚自己 perform 得唔好，又要就阿喬驚我遲咗俾佢嘅，又就去唔撚到去街嘅，點解決定唔撚做？我係驚喺咁樣定咗之後。我已经知捻到我一定会中23条噶咯，除非我同阿老总绝交，老总有冇人头又冇钱，系咪有个人头100万我就屌你咩出卖佢啦？啊唔系唔系，佢人头又冇钱，但系佢又俾人通缉紧，又香港议会，我唔捻出卖佢，我又23条，我翻嚟俾人哋寒捻住我，屌你老尾閪啦！老总啲嘢点啊？老总，屌老总真系冇捻用啊，都唔捻值钱啫。咪咯，你值100万，我咪出卖你咯，即刻翻嚟佢举报佢啊嘛，大佬，咁我点翻嚟？你明唔明啊？咁啊，唉，冇捻计啦，所以你又可以出卖许志峰啊嘛？但系许志峰几钱啊？人头100万？100万啫，都唔系好捻多啫。但系你自己之前做咗咁捻多閪嘢，有追诉期噶嘛？系咪先？系你又死紧噶嘛？超哥，你明唔明啊？唔系，所以头先都系讲嗰句啦，即系呢个游戏咧，你又搞个街站，又搞个抗争运动，唔捻系正常人玩噶啦，即系变捻咗咧，佢嗰啲咩又阔又窄嗰啲嘢咧，就即系多鸠鱼。变紧咗咧，而家嗰90个人咧就喺度做紧一个，即系同啲官员咧就大家做同督笑。咁其实所谓咩一读二读定几多读咧，即系3读4读5读都好啦，是卵蛋啦。一咁卵重要嘅一条嘅法，就嘥鸠鱼噶啦。212页，你上昼就屌你老母公布罕宪，只有份 paper 出嚟，下昼开四加开会议、啊，加开会议开4个会，差唔多 weekend 都要开鸠埋咁滞，咁你就已经二读啦，系嘛？系咪二读咗啦？已经。系啊，跟住佢哋跟住仲要走出嚟就话咧，久违咗20年嘅一个承诺，即系颁奖啊，佢嗰个咩廖长江系嘛？系，系啊，即系久违了20年嘅承诺，我哋终于咧就可以咧报答大家啦，即系我哋终于即系可以男子汉，即系应承咗大家要做嘅，我哋终于做得到啦，即系差唔多想喊两样咁样啊！一个议会。90只忠诚废物，全捻部变晒橡皮图章，全部举手机器 ，yes man， 个议会就有 check and balance， 而家就冇捻咗，冇任何反对声音，甚至无嗰个话乜捻嘢90分之1嗰个滴捻到远嗰个捻样，系咪？佢够捻反对票先，佢又唔够捻反对，系咪？唔系，你投票，如果投反对票，屌咧，到时又追索你都得噶喎，嗰啲系啊，咁你个议会又死鸠咗。一条咁嘅法例咁捻儿戏，屌你咩快过你超哥射精，嘘声通过，咁你谂下啦，外国嘅人会点睇？其实冇悬念噶啦，已经系嘛，唔会投资噶啦。即系佢连少少做长戏、啊、不如审议1个月啊，逐条同你即系 debate 啊，搞下笑啊，讲下，跟住又有啲言啊，系啊，系扮下反对啦，即系点样嘢都以前都费事、啊，以前都会啦，系咪先？系啦。咁你即係话明知你都夠票通过，即係大家做场戏点都好，唔撚做，大家好似喂我不如去客，我嚟緊夜晚要打高尔夫球啊，约撚咗边个名媛食饭，快撚啲读撚完，屌你咁我哋90个人去开 party 啦，算撚数。係啊，完全係搲爛塊面㗎，今次直情係连戏都唔撚做 ,ok, 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咁唔开心嘅地方就係我唔知几时至可以返到嚟啦，你明唔明啊？
咁啊，算啦，即系。同埋佢而家開始，亦都係因為咧，搲撚爛塊面咧，我哋見撚到佢咧，佢清除異己啊，或者去玩人有啲嘅招數咧，譬如嗰啲所謂黃店啊，係咪申請個牌照去做食肆？食環嗰啲又玩鳩佢，你可以講下呢個。食環嗰個咧就係啱啱咧就有一間鋪頭咧，都即係我都覺得幾撚慘。咁啊，等等先，我而家開翻條線。唉，咁咧佢就係話咧有一間叫做和平飯店，咁佢咧就人人和平，咁佢啦喺 Facebook 咧就宣布咗啦，就喺銅鑼灣嗰間鋪頭咧，因為四個半月咧都發唔到所謂食環署發出嘅大牌，即係嗰啲咧即係可以如火明火煮食嗰啲啊，咁啊但係其實話就叫大牌啦，咁啊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普通食肆牌照嚟咧，即係茶餐廳嗰啲牌照啦。咁佢就話我哋就要結業啦，因為正常呢好多食肆呢攞呢牌呢其實都真係要一段少少長少少嘅時間嘅。咁有陣時譬如話嗰啲咩走火通道啊，你擺幾多啲位夠唔夠啊，嗰啲消防灑水系統即係有冇做到啊，咁有陣時消防署會嚟啊，或者食環會嚟，咁通常就會畀個臨時牌你，可能個臨時牌照係半年，咁可以再 extend 嘅有陣時。咁但係好似而家咧，即係話都見到咧，佢就話 feel 到咧，以前嚟撚到咧都有啲新嘢玩鳩佢哋，又話要整呢樣整嗰樣，唔整就整唔到。咁佢最後咧都，我諗佢都跌幾多錢㗎啦，咁可能都跌，起碼跌幾百萬。你淨係裝修係咪先？咁就話即係你裝修你坐底過一球啦，而家係咪？唔止啦，而家起碼二三百萬嘅一間餐廳。咁你咪慘咯！你嘅餐廳裏邊，即係你五年租約，通常簽五年租約啦。你如果生意好的時候，你只不過係頭嗰五年咧，係將個裝修啊嗰啲嘅營運嘅嘢打個和，回翻個本，然後第六年之後簽個新租約，佢唔好加價加得咁撚緊要個租金，你只可能會賺翻個錢噶嘛。其實雙輸㗎。第一生意又係，第二你搞到做咁撚樣嘅時候，我都唔撚知道做唔做到生意。個業主多謝你，多撚謝你政府喎、啊，即係佢諗住喂簽撚咗五年，我起碼喂即係而家經濟點差都好。当你可能租十万八万啦，租即系铜锣湾起码都十几万啦，十几廿万，顶捻住先啦。喂，我有五年 contract， 系咪先？系啊。哇，你突然间同我讲话，我租咗几个月，哦，嗰几个按金上期算啦，俾埋你业主，我唔玩啦。个业主都惨噶喎，可能佢谂住攞捻咗张 contract 去同银行借钱，就话喂周转，而家可能佢业主都心谂仆街呢，真系大捻镬俾你玩死真系。系啊，即系所以都好头痕嘅。咁你见啦，骆驼七事件系嘛，除咗大厦事件啊，列大夫都已经俾人玩啦。系啊，系嘛，越嚟越多新招啊，越嚟越多新招系嘛，若获新奇获金。嗱，佢冇捻用廿三条拉鸠你啊，但系你都系反对派啊，但系佢咪喺你做生意啲过程里边搞鸠你咯、啊。系佢 label 咗啊嘛 ，label 咗你系黄店或者系黄人，系黑暴啦。咁啊，总之你哋做生意想攞牌、申请银行户口、全捻部呢啲咧，佢用晒所有手段。拖下你又得，成個政府機器係咪？係啊，加係加到你㗎，係咪啊？係啊，緊有一飯啊，你踩㗎係咪先？環保係咪啊？一個食環差佬，廁所有尿跡都唔撚得啊！係啊，屌你老味，嗰啲食環狗一見你擺個紙盒出嚟，又話你阻街係咪？你點搞啊？係啊，咁啊，即係即又話罰你五千，幾撚難賺啊！你而家一間茶餐廳賺五千，真係慘啊！摆兜米粉可能朝头早系咪先？有时有啲人送货，摆兜米粉，摆兜蛋喺度，跟住话你阻街罚你五千，唉，仆街啊，唔使做啦，真系唔使玩啦。咁啊，即系变咗，其实你而家就好明显噶啦，即系一系南店，即系啲咩360啊啲，一系咧就大陆海底捞，或者系嗰啲大陆中资公司离开嗰啲铺头，咁你香港小商户啊。或者是有少少名氣的鋪頭啊，或者是即係唔好彩啊，以前是列入咗係呢個黃色經濟圈嘅，咁你基本上即係收得皮啊，真係。喂，阿超哥，我哋咧嗰個即係我想揾你啱啱俾一張相我，就係阿莊子一拎起條裙冇著底環，搞到喺度話費事人噴鼻血咧，嗰個 fit 界邊有得賣啊？喂！嗰、那個唔係嚟㗎，嗰個景品，嗰、那個好似係人哋整㗎，人哋自己嗰啲係啊，我都諗緊會由 Bandai 會出啲咁嘅嘢㗎嘛，梗係唔撚會啦，屌嗰個係就底褲冇著，係啊，我真係想要嗰、那個，我都做個龜屎人啊，大佬，你又想啊嘛，咁啊，但係我咪即係拆開啦，我嗰陣時開倉
龙珠大冒险咧系好睇嘅，即系好开仓。系系小朋友嗰阵时打红衣军嘅时候好睇嘅，但系打开咗我对性嘅一个即系一个新一章。如果黐线嘅，点解谂起你睇庄子，你都对性嘅一新一章，你真系点解性知识贫乏啊？你真系小学啊嘛嗰阵时，唔系系啦。总之即系讲翻转头，而家即系香港，你做生意又好，你有理念，你想表达嘅人都系好难噶啦。咁你变紧咗，全领导都系呢啲奇灵怪怪嘅。咁你好似啱啱你话最好笑啦，咪琴日就我见大家即刻 share 咗，除咗廖沙明之外咧，另一个洗版嘅就系曾志伟啊嘛，即系呢个曾志伟咪仲系无线嗰个 CEO 用乜鸠嘛？副总经理好似系啦。咁啊，琴日就话有一个叫亚洲超星团总决赛，咁啊，终于咧就系最后咧就有一个九位嘅男子咧就系、是。成咗一个叫男团，咁啊，但系条片又唔出得，我费紧事，屌一出咗，到时 TVB 又 ban 鸠我哋，到时又话你出咩啦？你出图啦，咁啊系啦，咁啊但系但系我好想即系出曾志伟嗰段啊，但系出唔到，即系佢仲要喺度咩正式宣布我哋而家男团组成叫 Long Line 咁样样啊，龙狗，咁其实我又唔系。我又唔係好明，到底呢個係英文啦、啊，定係中文咧？南韓仔咪有一個叫做咩 Dragon 嘅，以前有個韓星，佢唔知乜撚嘢 Dragon 好撚勁噶嘛，咁係咪叫叫窿乜撚嘢咧？又係唔係咁？但係問題係你窿係國語拼音啊嘛，係咪窿咁啊嘛？咁你拉又唔撚係拉係英文嚟喎，點解唔係窿鳩？如果你要係窿狗，係啊，如果係廣東話咪窿鳩咯，係咪先？窿狗係咪窿狗？唔係，如果你普通講咪窿潮咯，係啊，窿潮，你點解唔理係窿潮咧？係啊，唔係佢唔係叫窿潮嘅，窿潮，係啊，時禮大，總之就我啊覺得你又要有個你又要有一個高嘅音壓落去個男團個名拉嘛，即係有個音好似人哋容易記啲嘛，你兩個平音咧就即係收得得皮啦，但係你又好撚樣衰喎，窿鳩啊！係啊，異常戇鳩啊！咁女团系咪叫 Long High 咧？Long High， 专门唱高音嘅，系原捻部系啊 ，Long High Girl 系啊 ，Long High， 欢迎我哋嘅 Long High Girl， 系啊，冇办法啊，即系你一大陆化咧，啲嘢就品味就好 cheap 噶啦，同埋系变捻咗笑话，即系当佢哋咁样戇鸠去做啲嘢出嚟咁认真咧，就变捻咗笑话，你明唔明啊？即笑话认真做，笑话认真做啊，好捻戇鳩。唉，咁啊，即系嗱，咁啊，另外咧，即系有个大陆品牌咧，就无啦啦头个包装似日本嘅产品咧，就俾人哋杯葛咧，咁啊留翻星期二嘅鳄鱼谈，我同大家讲啦，呢个就我留翻星期二。呢、這个系好捻好笑啊，呢、這个真系正喺度爆。咁啊，但系我发觉咧，而家即系大陆咧，即系好捻穷嘛，即系有时即系。總理都講係咪先？我哋嘅偉大中國總理就話，即係我哋大陸嘅人均收入都唔夠1000蚊咧。個死鬼咗個，你嗰啲叫李克強。死鬼咗嘅法聯強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原來大陸有一個新興嘅產業啊嘛，就係、是、刷流量。刷流量係揾撚到錢嘅，原來你知唔知啊？點樣樣？咪拍嗰啲叫做樣板 YouTube 咯、哦，樣板小紅書。其實咧，佢哋會有一個 script 寫撚咗嘅，譬如今次呢個農夫山泉。咁佢有一段內容就話唔飲農夫山泉，要飲娃哈哈。咁啊，跟住就話咩農夫山泉水乜乜乜乜。咁啊，大家咧就跟住呢一段對白內容，呢一頁紙用你嘅方法演繹啊。係啦，大家總之同一段內容嚟嘅。咁就大家咧就可以 copy 呢個故事，咁就變咗咧大家放上去咧就好撚多人一齊睇。咁啊有 kick view， 咁啊賺嗰啲錢，變咗咧而家大家就做呢啲嘢咯。即係佢哋未必係真係想批評嘅，但係變咗咧。总之就是要生存，你要在大陆生存，你就用这种方法做嘢。咁嗰啲就回头俾你搞咯。咁你系啦，无啦啦啦俾你赚嘅钱就踩人哋嘅尸体身上面，人哋咁捻大间公司俾你咁样搞，跌捻咗7% 股价，你谂下系咪你几百亿？系啊，几百亿，咁就蒸发咗几百亿啊，系咪几戇鳩嘅意思？咁你谂下，仲有冇公司走入去大陆去边投资咧？民企梗系冇啦，民企会唔会自己再揞钱出嚟去做一个品牌出嚟俾班咁捻样？个个嚟冲击我，我咪屌你老味蚀到閪冧！系啊，我唔理知你几时打劫我噶啦。系咯，
一間原來哇想特登搞鳩你嘅，同邊個 friend 嘅，咁你屌你咩就發起呢啲咁嘅撚嘢嚟，屌你咩砌鳩嘢，咁咪超限戰嚟嘅喎，冇底線嘅喎。係啊，超人子㗎，係啊，好搞笑㗎。你會唔會突然之間整個依一個要衝流量喺美國嘅 TikTok 或者係嗰啲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跟住寫咧又哇飲完依一個嘅曲要屌你老母屙屙不甩同埋嘔嘅，大家就喺度做依一樣嘢出嚟，哇你又嘔我，我又嘔你，咁樣刷流量會唔會啊？唔会噶嘛，梗系会啦，系啊，知几时发生嘅呢啲嘢系咪先？系啊，即系，唉，攞命啊！系啊，唔好彩啊！特朗普突然间喺嗰啲咩大会入边，突然间揸杯百事饮，哦，扑街啊！百事喺大陆卖得咁卵好，你冚家产啊！真系即刻，系啊，你仲唔谂得谂啲剂系咪先？咁啊，你知道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过喺 Morning Glory 里边有讲过喺浅水湾嗰个阿伯。即系嗰个农夫，又摸背又搭膊头啊嘛。系啊，你点睇啊？其实系似眼线啦，即系无论攞个系咪真系浅水湾，定系甚至乎你话边一个地方都好啊。即系就算外国又好，大陆都好，你系一种好冇礼貌咁样。你对一个陌生嘅女子，无论佢系外国人点，你当佢好靓，变咗一只以前嗰只阿陈打只金猴啊。系啊，我同只金猴影相先，搭只金猴。点解影相？唔系啊，你去新加坡咧，咪去啲动物园有啲婆罗乃大猩猩嘅，咁你系婆罗乃大猩猩，你咪揽住嘅，咁嗰只咯，你明唔明白啊？系啊，你当紧咗佢系动物喎，而家。其实我觉得应该嗱冇问题嘅，礼尚往来。咁啲外国人去捻到山东啊、青岛啊嗰啲地方咧，嗰啲有海滩噶嘛，咁见到嗰啲大陆嘅女仔或者嗰啲大妈，咁就揽腰摸面锡锡咁影相，咁你睇下你又点咯？系嘛？咪咯，你都 don't touch her 啦，系咪先？你喺英國都搞撚到。You are not her age， 咁你都咁樣講啦，啱唔啱啊？咪咯，所以即係我覺得就黐線嘅呢啲，即係係一個好唔撚文化嘅，即係同埋你啲山東佬咧，係抵俾人歧視噶啦。即係你唔知係咪山東，即係大陸人，總之地圖炮翻佢哋啦，係咪？係啊，燒撚到一沓啦，係啊，唉，咁啊冇撚計啦。咁啊，另外一。今个礼拜就系香港奇案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就要到我哋依边咧，可能系 weekend 去碌街嘅，咁我哋到时会再 update 大家。好大个 possibility 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就因为系圣 Patrick Day 啊，阿超哥你最中意啲啊大陆帽啊嗰啲啊 ，OK， 我哋可能会落单摊圣 Patrick Day 咧，就去饮嗰啲绿色嘅啤酒，系吓 ，OK， 去睇人哋嗰啲。慶祝 St. Patrick Day 會有一個 festival 嘅，咁啊可能我哋會做一樣先開定個空頭支票俾大家聽先，咁啊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咁啊單單啲 WiFi 咧應該嗰個嘅接收能力應該就 OK， 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嘅。咁啊今個星期嘅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咧，如無意外咧都會係星期六出噶啦嚇，即係應該就會我會趕星期六出噶啦。OK， 因為得太多嘢做啊。今個星期咧就亦都會有依一個嘅十年血淚史嘅。OK， 咁我就会讲下咧，即系呢十年嘅历史里边，其中一个受气受得好紧要嘅就系俾个业主挽救呢一个成业街啊！你记得啊？成业街嗰个业主啊，真系嗰个真系大捻王啊！话俾你听，系冇嘢计啊！啲旧大厦咁样样噶啦，系啊，即系嗰个嗰啲业主嗰啲閪行咧，即系导致到我后屘点解会唔喺佢呢个地方里边，我搬咗呢一个嘅。進業街嗰度個前因後果咧，我會同大家會講好依一樣嘢。咁啊，有香港奇案啦，今個禮拜亦都有依一個嘅十年血淚史啦。咁啊，大雨有落就聽日出啦，就依一個嘅十八樓 C 座嘅55周年啦。咁啊，嚟緊嘅星期日咧，就我諗我同阿超哥應該趕一次做就依一個嘅廖山明特輯噶啦，因為阿超哥已經好好啊，超哥已經。廖山明一死佢就好似无线新闻部嗰啲咧，就已经即刻揾翻晒所有啲嘅资料啊、片啊、相啊，嗰啲齐料啊，随时可以开得工做嘢噶啦，呢个系系啊，好捻强迫症啊，我都有啲强迫症嘅，都屌你，因为感染咗有强迫症啊，即系开始要强啊，系啊，咁啊，咁头先讲系你讲啊，你讲先，有冇错？唔系我突然间头先讲起即系啲黄店啊喺香港生存唔到，咁啊我就。其實都有多朋友仔咧，其實都而家都會出海外咧，就做演唱會啊，咁啊做活動嘅，咁啊我即係知啊，阿總理有個即係偶像咧，阿黃耀明咧都嚟咗台北啊，咁又去咗墨爾本，但係銷情咧就好撚大鑊，咁
咁啊，純粹就係即係叫佢加油啦。咁啊，知道佢嚟緊三月中，同埋喺三月十四號又會去墨爾本，咁啊三月十七號咧就會去 Sydney， 咁啊有兩場嘅。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喺澳洲嘅朋友，佢可以喺咪做個訪問？咁啊冇撚咗啦。咁啊當然阿大哥就銷聲匿跡啦。咁我諗佢都即係，因為好似連墨爾本啊都原本想取消啊，即係我睇取消咗佢啦，做乜鳩啊？講真。而家就轉咗個細場。第一，你揾佢嚟玩，走嚟走去，你啲 organizer 賣啲飛幾百蚊張，嗯，你澳洲啲人 cheap 撚過閪，即係譬如我都唔好意思講啊，嗰啲傻人啊，成日叫啲明星歌星嚟加拿大去開演唱會，賣張飛四百幾蚊張飛，三百幾蚊張飛，哇！我睇 Departure Mode 都係270蚊坐頭位啦，已經，你賣到咁鳩貴，邊有人睇嘅啫？其實講真，系啊，而家澳洲都 OK 啦，澳洲就200几蚊至100几蚊咯，系啊，都系贵啊，咁但系都好捻贵嘅，好贵噶嘛，你加埋税、credit card， 点有人睇啊？其实讲真，即系你到最后都有嘅，唔够请咯，唔够人咯，跟住啲歌手见喺度，屌你老味，改唱夏韶星嘅呢一个嘅首本名歌空凳，屌你老味又唔开心啦，咁佢又唔即系又满意，你好似而家有郑中基，亦前一排又话嚟呢一个嘅温哥华。end up 唔系啲乜撚嘢 ETA 事件啊，根本就冇人睇，到最后就 cancel 咗，的个搞字。咁啊，始终而家香，我觉得个即系环球经济咧，即系你话点解搞唔撚到啊？你哋啲 organizer 唔好撚借啲钱嚟吸鸠啲，屌你老俾啲移民啲钱啦、啊！第一，你哋喺个地方里边，唔系个个住喺周边嘅，唔系好似屌你老俾喺我哋搭车去红磡睇演唱会咁撚 easy 吓，要揸车，譬如你喺曼城开。伦敦嗰啲人要揸车上去，咁你又点样住唔住一晚酒店啊？睇捻完之后，要揸翻两粒几钟车，屌你老尾落去呢一个嘅伦敦，或者个几钟头去拜明翰，或者系揸翻个几钟头车上列斯，你谂下佢哋会唔会咁样样去做啊？系唔够会噶嘛？咁你净系曼城嘅人入样，唔捻到咁多人去睇喎。咁成日根本个大家个 concept 就不如你搞网上演唱会。俾人 join 入去睇，咪好捻过咯，又唔捻使。可能呢个好似阿何韵诗咁样咧，系啊，所以我真系要屌噶，唔好捻再谂呢啲咁嘅钱去 cut 鸠啲，屌向海外华人嘅钱。第一个捻个穷閪，第二你卖到咁捻贵 ，OK？ 第三根本山长水远，人哋根本冇捻可能有四方八面去涌去嗰个地方去睇，已经系话咗俾你听系唔够 work 嘅。就算喺加拿大温哥华 PNE 啊，你喺列治文揸上嚟啊！仲要夜晚又要留夜走翻翻落去，都唔系咁捻多人中意佢咁样样去做嘅。呢一个系嗰个问题，佢开演唱会个难搞嘅呢一个嘅地方嚟。系啊，因为个成本好贵啦，我哋都知道。咁搞无论系乜嘢明星、大明星、小明星、咩明星都好，咁其实真系一个成本喺度。咁佢要收又要 cool 又要成，你又冇 local cool， 你收得翻嗰个钱又搞唔捻掂，系嘛？你又未有自己嘅獨立嘅製作團隊可以搞，你又要成隊人過嚟，個成本又貴到咁撚樣，不如乾乾脆脆屌你老尾喺做網上演唱會，全球有得睇，咁你咪開心心咯。其實講真，當然可能喺啲歌手嚟講，佢要有一個實體現場有啲觀眾，咁可能又另一個係啊，另一個即係心願又好。或者是总之唉好难烦啦呢啲嘢就。真係你 afford 唔到我真係开心建成同各位嗰啲 organizer 搞。你好多人譬如温哥华嗰边搞呢啲好明显係想吸水嘅。抵撚死而家开唔撚到嘅有啲人。买到咁撚贵屌你俾爆唔撚到自己蚀撚到屌你俾好撚多钱。抵撚死。ok? 但係我话俾你听係真係冇撚得諗㗎。好撚cheap㗎。喺英国就反而好啲囉。因为英国就多华人。即係咪多香港移民。可能大家嗰、那个。仲係對嗰個情意結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 at hot 去睇呢啲咧，都仲有一個，即係仲有啲咯。咁、可能澳洲咧，咁即係你問我香港移民，你明唔明話冇咧？有咁，但係你話要去到嗰一種好願意付出，甚至乎即係咁樣八九一百零蚊最貴，八百蚊最貴係嘛？即係屌你咩八二蚊留下，跟住入場咁可能仲有得諗。但係你去到二三百蚊，其實就真係趕客㗎啦，冇撚得做嘅。好机啦，嗱 ，Sydney 就可以好啲嘅 ，Sydney 我谂多啲，希望多啲朋友支持啦，就140蚊、200、268、368，好捻玩啦，三百，140 OK 啦，140，140你买捻咗屌你咩睇山顶位啊？
五四中即系七九，啊收皮啦，做唔掂噶，唔好玩啦，真系 cancel 佢啦，搞鸠阿明哥噶咋，屌！冇啊，不过佢话佢会继续嘅，咁样咯，系啊。好啊，差唔多时间，超哥，等你去讲翻嗰个众筹嗰个嘅钱。众筹嗰个咧，我哋就补翻后补录影补翻啦，因为我哋今日都仲未收到。OK， 好啦，好啦，咁你唞下啦，系啊，系咁啊，好啦 ，OK， 拜拜，再见，好多谢大家支持啊，特别系嗰啲。俾咗666蚊加送一個月嘅朋友嚇，咁啊多謝你繼續支持 MHK TV， 好感激，衷心感激大家嘅。OK， 好，拜拜，拜拜。咁啊，報翻今個禮拜助養同事計劃嘅捐款先。咁啊，今個禮拜咧就收到3103蚊港紙嘅，咁啊加幣咧就有25蚊。咁我哋而家咧 total 咧就收到大概74000蚊左右啦。咁啊加幣咧就有890蚊嘅。咁啊記得啦，今個月咧三月至到三月底咧，我哋都仍然係做緊呢個666蚊訂月半年送一個月嘅。咁啊希望各位新知舊語嘅朋友咧都能夠係支持我哋啦。咁啊有咩唔明呢就可以 WhatsApp 去69021491，或者上我哋 mihk.tv 个网页呢就可以订阅或者係其他嘅。咁总之有咩唔明就问我啦。OK， 下个礼拜见，拜拜。好啦，咁我哋呢就喺度宣传下我哋 mihk.tv， 咁有一个新嘅优惠。咁系乜嘢呀？666蚊半年重温。係。咁再送多一个月嘅。咁即係话呢我哋平时666蚊咧，之前就係得半年嘅，咁而家咧我哋就係6+1，咁你咧就可以係俾666蚊咧就係7个月嘅，咁啊個時間咧就係呢個禮拜開始，咁啊至到三月底到啦，係啦，咁啊你哋就可以 WhatsApp 69021491，係啦69021491，咁啊你哋可以 PayMe 啦，轉數快啦，或者上我哋個 page mihk.tv 個 page 就PayPal 啦，係啦，或者係用信用卡都得嘅。咁至於海外嘅朋友啊，咁用 PayPal 啦，係啦。咁另外我哋仲有 Patreon 啦，我哋 Patreon 就可以訂閱我哋嘅鱷魚談同埋十年去歷史，係啦。咁我哋每個禮拜都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啦，星期一至日基本上而家係咪星期一至日都有節目啊？差唔多，差唔多啦。老細好勤力嘅，咁佢咧星期六都會有埋大院有落啦，咪有奇案啊、鬼故啊咁啊 K 歌啦，咁啊仲有平時一至一三五咧都會有 live 啦，咁所以咧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啦，訂閱我哋嘅節目啦，咁都可以睇翻我哋之前所有。我哋 MHK.TV 之十年嘅節目啦，可以重温翻啦，去我哋嘅網站，咁希望大家支持，好。